我全部都包赔的啊。如果说你收到货之后，哎，这个果子你上称一称小于三两，联系客服。对，下了三单，谢谢。像鸡蛋一样小，你之前买的是云南的那个吧？这个是甘肃民勤的，它不是一个品种，宝宝。那个是云南的时令人参果，那个是圆的啊，圆的像乒乓球大小，就那么大。它不是一个品种，宝宝。之前有卖过云南的那个，跟鸡蛋似的。对。然后这个是甘肃民勤。甘肃民勤的。是长的啊，它不是说那种圆形的。它不是一个品种。对。那两种都卖过，实际上。嗯。那个小但更甜一些，这个大，更多汁一些。哪个好吃？都挺好吃哈。嗯，都挺好吃的。咱有啥说啥。那个云南时令的那个人参果吧，可能甜度要比这个高一点点吧。云南的好吃吧？对，它更甜一些。嗯、对，这个没那么甜，但是这个汁水多。小的没有，但是。嗯。这一锅没刚才那一锅烂乎呢，是凉的原因吗？可能是凉的原因吧，一锅出来的。来，牛排，牛肋排，来自于安格斯的牛肋排，可嫩了，宝宝，可特别特别嫩，还没这个肉。它是那种，优质的那个牧草散养牛，平常都是在草原上溜达着玩，然后喝泉水，吃青草吧。都是这种肥瘦相间的，看到没有？肥瘦相间，黄金比例，三肥七瘦。带一点点这个小薄骨，不是那种大块切的，小切块，小切块也比较好炖一些哈。没有全瘦的宝妹，都稍微都带一点肥的哈，特别香，带着肥着吃的宝妹，生的牛排回到家自己去做牛肋排，宝妹，牛肋排，全部都是24小时排酸过的啊，回到家再直接清炖或红烧都可以啊，直接清炖红烧就可以。配料表只有牛肋排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。吃起来吃的就是这个牛肋排的一个原汁原味，宝妹哈，原汁原味。然后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这个氨基酸和肌红蛋白，是不是？是鸡肉、大肉、鸭肉当中所没有的，营养价值很高，是不是？老人、小孩、孕妇、哺乳期、健身的撸铁人群，是不是？减脂人群是不是都可以吃啊？都可以吃啊，宝妹。富含丰富的蛋白质，营养价值高，脂肪含量很低。接下来去买牛肋排，是不是得60-70斤的？是不是？知道。60-70斤，咱这一袋是5斤，5斤是不是对得要你300多块钱了？咱这边之前卖149块钱五斤，搞活动139块钱五斤，对不对？今天99块钱五斤，上车。幺零七双击它，点零。99块钱五斤，真的贼划算，一斤才十八，十九块八一斤。你今天下单啊，这个是48小时发货。清炖红烧都可以，咖啡多一点。亲人们，这个有标注亲人吗？没有标注吧？好像。没标注。标吗？后面的看着好可怜。可怜啥呀？我应该是可爱，不是可怜宝的啊！我不可怜。我主要是这个，他炖这个牛排的时候，他炒糖色放糖了，所以说我没吃，要不然刚才我就上手了。他吃不了糖的。不用打招呼。他血糖高哈。对，我因为血糖高，所以说以前他没有了，带糖的没法吃。给大家提波库存，还有30单。把那库存一提上去他，给力。清水就是焯一遍水，焯完水之后直接清炖也好，红烧也好。喜欢吃烂糊的多炖会儿，喜欢吃出那个筋道一点的少炖会儿，炖的时候看一下就行了啊。99块钱五斤，之前149五斤的，搞活动还得139五斤的，今天99块钱五斤哈。高血糖不带年龄啊。刚刚有个网友说那个那么年轻啊，都血糖高了。我说血糖高不看年龄的。看你的作息规律。哎呦，你看这里面红彤彤的肌红蛋白，营养价值高。介绍完就没了，没有胰岛素，它没打胰岛素。
没到那一步，今天做的空腹血糖6.9，7.9。咖啡还有吗？有。嗯，总让他出镜，大家替你管教他，什么？什么？欢迎大家来。警钟长鸣，这招高呀！欢迎大家没事就来吃我两句。嗯，不是，下面还有东西吗？嗯，好的。嗯，好像也行。几点下班了？马上下班，快了。蛋白棒和牛奶拿一下吧。蛋白棒和牛奶。咖啡，宝宝们，有没有爱喝咖啡的？有。咖啡是个好东西，我感觉。对。咱们这个咖啡哈。配料表只有阿拉比卡咖啡豆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糖分的添加。回到家，你直接用温水给它冲开之后，再加冷水或者加冰块做冰美式，纯香纯香的黑咖的味道。嗯，但是还不是那种特别苦的，也不反酸，也不反酸。一包一条带吸管，一包一条带吸管，直接回去冲就行了。在单位里，在宿舍里，在家里，在出门逛街，你都能喝，是不是？都能喝，把你手里的奶茶换成咖啡，会健康很多。如果你代代不好的，就可以喝咖啡，喝黑咖。你像那个贾玲，是不是都喝黑咖？管理期间的都喝黑咖，都喝黑咖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早上起来这个水肿比较严重的，浮肿比较严重的，就可以喝黑咖啡，就可以喝这个咖啡。然后或者是精神状态不佳的，容易犯困的，是不是、啊、也可以喝 K 咖啡，是不是、啊、就是你带带不好的就可以喝咖啡啊，它是一个好东西，把你手里的奶茶换成咖啡吧啊。来，配料表只有阿拉比卡咖啡豆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哈。一好难喝，其实你刚开始喝的话会有点难喝，觉得它苦苦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但你喝习惯之后，你会很喜欢喝这个醇香的口感。以前我爱喝奶茶，现在我爱喝咖啡，而且是一点不加奶，一点不加糖的黑咖啡，真的很喜欢喝啊。加椰奶好喝，对，加椰奶喜欢。你要综合口感的话，加椰奶也是可以的啊。一盒里面是七包是吧？是的。七包也就是七杯黑咖啡。对。正常卖39.9，今天19.9，给不给力？给力！再加一盒，十四条，对不对？14条咖啡了啊！来，再加一盒，21。三盒总共21杯咖啡，19.9，来上车。要链接上去爬，给力！一杯咖啡不到1块钱，一杯咖啡连1块钱都不到，宝宝们。对你，去那个奶茶店，你去买杯奶茶，要你15。嗯。你就买杯柠檬水，还要你10块呢，宝宝。嗯。咱这一杯咖啡还不到1块钱，袋子都带着，带着吸管啊，对，都是这种袋装的，很多明星都在喝的。19.9收的货是21条咖啡，21个袋子，21根吸管。嗯。怎么冲？温水去能直接冲，来冲一个，现成冲一个。把那咖啡你化开之后。你喝热的你就加热水，喝凉的你就兑的凉的就行。它是一条咖啡装一个嘛，然后带着个吸管，之前的咖啡没货了，宝宝先冲开的话先倒温水哈，大概60度80度到80度之间的哈，温水把它能把它化开就行，能把它化开就行哈。凉水直接冲的话，它会有一点颗粒感，宝宝。再然后再加冷水，愿意喝冰美式的你就加冰块，是不是？愿意加椰奶的，综合口感是不是？愿意加牛奶就是拿铁，加上牛奶就是拿铁，都可以，是不是啊，宝宝？都能喝啊。然后把吸管一放，然后出门逛街呀，是不是？或者是在单位里呀，或者是咱们在寝室里呀，是不是？或者是，哎，反正去哪你都可以带着。它也可以站，并不是说站不住，是不是？很方便啊，你就是在外面，你随身带着，没有杯子，你从包里掏出来，买瓶矿泉水往里面一兑，嗯，也是可以的。对的。1500再没有了。加奶就是拿铁啊。会倒吧？
不会倒啊，它会炸。它下面有这个底座啊，它能站在这里的。它是这种的，它是有支撑点的啊。对，嗯，上面有底座是能放在桌面上的。阿拉比卡咖啡豆配料表只有阿拉比卡咖啡豆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没有糖分啊。喜欢喝甜的自己加白糖或者加奶茶的都行，是不是啊？一盒里面是七杯七袋啊，正常我卖39.9了，今天19.9一盒，再加一盒两盒，再加一盒三盒，三盒总共21杯，21杯咖啡也好连接，来再加500单，我们加好了，好了，给力。21杯就是21袋啊，宝子，这样子带的一袋，嗯，一共21袋。来，给大家上一下这个面包，宝宝们，水牛乳蛋白棒面包，它的水牛乳添加量大于等于21%，面包吃起来奶香奶香的哈，又筋道又软糯的，口感特别好。这个面包，有朋友吃过的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很好吃啊！而且它每100克当中有8.8克的蛋白质，营养价值还高，还软还好吃，中间带一点点小夹心。正常我们别的直播都卖9.9-10根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咱们卖8.9-10根，然后前段时间破了一次价，卖7.9-10根，是不是？对，7.9-10根的话，买两单7.9×2，7.9×2是15.8，15.8就是20根，对不 对？今天你直接拍20根的，减2块钱，13.9，20根来上车。要链接双击拍，给力，更合适啊！喜欢吃它的或者复购的，你可以去拍那个13.9的，宝子，因为那个，更实惠一些。拍第二个选项，20根这个，我即使没有做13.9-20根，就是8.9-10根的时候，就有很多人买两单，很多人买两单8.9×2，买两单。今天你直接买两单更便宜，13.9。嗯，包括到现在还有人去买9.9-10根的呢。这个它每一条咖啡里面有一个袋子，有一个吸管啊，带着的，宝宝，一个咖啡，一个吸管，一个袋子。看夹心，它的夹心很少啊，就一点儿，一点点夹心哈，还有点撞色，能看清不，宝宝？它里面的夹心的大小和一支铅笔的粗细差不多吧？2200单没有了。嗯。你来提一波库存吧，宝，你不讲了哈。给大家提出来，35单可以拍了。嗯，7.9-10个，13.9-20个，宝宝啊。对。保质期90天的，宝宝，保质期90天，你就是拍拍20根的那个，也放不快，就能也能吃完。不能卖是吧？哪个？哦，卖不了。来花椒，含糖的。嗯。水牛乳蛋白棒那个含糖。第一次买小鱼直播间东西试试看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您的信任。感谢。这个品完了下班。辛苦几位。你直播你儿子谁带呀？我妈妈。我妈妈是我们家保洁。回家睡觉了。我妈就是每天，下午就是几点，反正是吃完在家里，她吃完饭我让她来这里吃，她不在这里吃。然后她就是晚上嘛，吃完晚饭来我这里，然后打扫打扫我们这个工作室的卫生，我给她开工资。具体开多少我就不说了，因为我说工资的话，有的人说，太少了，给你妈就开这点工资，你妈来打扫卫生，你还给她开工资啊？你妈不应该给你打扫吗？说啥都有，知道吧？说啥都有，我就不说了，老铁们，好不好？啊，我就开，反正我妈挺满意，我开的工资，我妈挺满意，反正我也不嫌多，就是挺好，我们俩满意就行了，我就不告诉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对，我亲妈啊，就是她每天晚上。每天吃完晚饭来我这里打扫卫生，打扫打扫我这工作室。打扫完事之后呢，然后我儿子也差不多写完作业了。写完作业之后呢，就带着我儿子回去，给他回去睡觉啊。早上送我儿子去上学，送完之后回家了。然后我们因为我们睡得比较晚嘛，早晨也起不来送孩子上学。所以说我妈第二天再送他去上学，送完上学之后他就回家了。
回家第二天快晚上的时候，哎，又来打扫卫生，打扫卫生，对小孩姥姥，主要是我要是休息的话，他就不过来了，不过来的话，第二天我就送孩子上学，就这个样子，挺好，反正是，创业带动就业，这啥意思？是不错，确实创业带动就业了，宝哥。婆婆干啥？婆婆有那个在工有工有别的工作啊，也没闲着，我婆婆也没闲着。鲜牛奶，鲜牛奶59.9元直接拍着吧，宝贝，小黄车里有，搜一搜啊，划一下，这个是啥呀？花椒，宝贝，花椒是帮你补充胶原蛋白的东西，它跟鱼翅还有燕窝呀是齐名的东西。啊，研究表明，人每天会流失胶原蛋白3000毫克，这一碗花椒可以帮助你补充3300毫克的胶原蛋白，而且里面还添加了100毫克的鱼胶原蛋白肽，是普通花椒当中没有的啊，宝宝们。研究表明，每100克天然胶原蛋白含量比例啊，宝宝们，鱼皮、鲍鱼、鸡脚、猪蹄、鹿茸、海参、鱼翅。都没有花椒当中的胶原蛋白含量高，而且它分子量小，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啊，宝们，什么样的人适合吃花椒呢？比如说经常熬夜的，是不是啊？经常熬夜，脸部松松垮垮，想要自己碰起来的那种嘟嘟的那种感觉的，是不是啊？或者是经常这个的哈，什么压力大的，或者是产后的，是不是啊？或者是25岁之后觉得自己胶原蛋白流失比较快，衰老比较快，都是可以吃花椒的啊。花椒好东西，宝宝们，一碗花椒252克，别人家都150克，我这252克，量更大，饱腹感更强，早上吃、晚上吃、夜宵吃都可以，而且它一碗当中才167大卡，热量非常低，也就是相当于一个苹果的热量，宝宝们哈。看看里面选用的都是这种大个花椒，不是碎椒，不是合成椒，吃起来 QQ 的，一点都不腥。一点都不行，宝妹，配料表也干净，没有添加剂，没有防腐剂，用木糖醇做代偿，零蔗糖的添加，宝妹。线下你去买一碗，要不要20-30的？咱们直播间99，10碗是吧？是的。加2碗。12碗。再加2碗。14碗了啊，给不给力啊？给力。再加2碗试吃。16碗。今天这2碗让你去试吃的啊，好吃留，不好吃留，满意留，不满意退，99，16碗，给不给力啊？给力。这是我们上个月的机制，对不对？今天我给他做破价，再减11块钱，88.9元，16碗，一碗才5.5块，来上车。要链接上去。给力。一碗才5.5元，早上喝一碗八宝粥，早上喝一碗小米粥，是不是也得这个价格了，铁子们？是不是？八宝粥现在贵的地方都要7-8块了。真的，贵的地方7-8块了，尤其那什么老贵了，咱不知道为啥是粥那么贵呢。咱就说，你去早餐店，你别说那个喝粥了，你就是买一杯豆浆，现在都要你3块5块的，是不是？为了抢占市场，所以降价了，宝妹。今天这一碗花椒粥才5.5元，帮助你补充每天所流失的胶原蛋白，然后又帮你充饥了，是不是？然后你又饱了，然后你也不用吃其他东西，这一碗真的够你吃的。早上来一碗它当早餐的话，真的饱饱的，不用加热，直接开罐计时就可以。我觉得冷藏着吃比加热还好吃。其实这个天气啊，没必要加热了。而且，如果你只要是不加热吃的话，好的，这个东西你携带还方便。你就是早上你起来晚了，是不是？你揣一块放包里，你上单位了，去吃，或者说是那个你在通勤的路上，在车上去吃，都很方便、啊。对对，都可以啊。对，还里面带一个那一次性勺子啊。对，它有一个一次性勺子、啊。泡出来就是这样的吧？不用泡，泡什么呀，铁汁？打开之后，它这个打开之后，里面就是一个这样的哈，带一个勺子。我这是没打开的，我现成打开的，直接能吃，开开就吃就可以了，不用泡，泡什么呀？看里面都是这种大个花椒，没有碎椒，没有合成椒， QQ 弹弹的一点都不腥，他们直接打开就可以吃了。你收到过放冰箱冷藏，吃的时候拿出来直接吃就行，不用加热。有的人说我要姨妈期，我不愿意吃凉的，怎么办呢？你就带着罐子放热水里面稍微叮一下就行了，稍微泡一下就行了。你自己亲妈妈帮你带，那你就放心工作了，是呀。是呀是呀，谢谢我的妈妈，也谢谢大家的支持。收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。现在以后以最快的速度给大家发货啊，宝子。给大家提拨库存吧，花椒还有最后14单了，宝们。今天是88.9元，到手16碗，一碗才5.5元。一号链接来上账。库存已记好，上。这一个碗里啊，基本上都是一块花椒。就一块花椒。4天没发，联系电商客服问一下到底具体什么情况啊？一碗5.5元，我觉得这个东西完全坚持下来，能接受能坚持了。把那个充下电了，别充了，你下班了。
快充人家电。我这话没说完，你还说完了吗？那没事，我觉得能撑到你说完话。早上喝一碗八宝粥，喝一碗小米粥，是不是也得这个价格？对不对？你吃花椒的话，有的人是坚持不下来吃花椒，因为价格有的二三十一碗挺贵的。你要说吃一周，哎，吃半个月你都能坚持下来吃，但是你要长时间去吃，吃一年吃两年可能坚持不下来，觉得太贵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，但是你吃一个月两个月的，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的，可能也没有什么效果吧，你看不出来的。这个东西它就是温补的一个东西，就是像你坚持去吃的一个东西，是不是啊？既然坚持去吃，肯定性价比高一些才能去坚持。如果性价比很比较低，一碗二三十，谁能坚持下来？是不是啊？我一天我就挣两三百，你夸自你让我花二三十吃一碗粥，那有点高了，确实有点高，是吧？但是今天划算到一碗才五块五毛钱，你吃早餐你也得坚持吃早餐啊，是不是啊？喝小米粥你也得吃啊。喝八宝粥你也得喝，但这一碗花椒粥才五块五啊！它的口感是杨枝甘露口味的，完全可以坚持去坚持吃啊，完全可以去坚持的。不管是从经济上也好，从你的这个经常这个皮肤状态是不是也可以？我觉得都可以去坚持尝试一下啊，也不贵。大家别说了。问你什么味道你回答人家，哦杨枝甘露口味，宝麦，就像你喝杨枝甘露奶茶似的，但没有杨枝甘露奶茶那么甜啊，宝麦，口感特别好。知道。牛奶呢？啊，牛奶，这个牛奶的话，直接小黄车你给他谈二号链接上来的。喝咖啡睡得着吗？我一般不睡。我一般睡觉四五点了，我睡不着。不是你不喝咖啡也睡不着，压力大。啊，不是麦强，不好意思啊，官方。一天真逗，是不是来给我点关注？那你了，你老说我一天真逗，你也不给我点个关注。给妈妈买的花椒味道很好，对，可以买给妈妈，送给妈妈喝。哎呀，行吧，下播吧，好吧，宝宝们，好，今天的直播到此结束了啊！感谢大家的陪伴，谢谢大家在直播间里下的每一单，感谢大家陪伴的每一天。明天咱们9点钟不见不散，祝大家晚安，拜拜。